每天拖着疲惫的身体奔波在城市的繁华中，不知疲倦地忙碌着，经常都要忙到凌晨才能回宿舍休息。虽然我们选择的这条路很艰辛很困难，但是我们从来没放弃过，一直在努力，一直在前进。没有什么事是应该做的或者一定要去做的，有的只是内心坚定的信念和永不磨灭的梦想。虽然说我们身体不方便，但是我们都有一颗坚韧不拔的心，都有自己的理想，都想通过自己的双手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未来和明天。每一天都很充实累并快乐着，这是我们的生活，也是我们的选择。一路前行，风雨无阻，逆风更适合飞翔。我们的梦想一直都在，加油。